大力神偷扮建工偷60公斤重嘅铜卷。我系一个贼，我一年里面大概有一个工作天，但呢一日所赚嘅钱足够用10年。电影将神偷包装到又靓又好身手，浙江都有个靓就真系唔讲得啦，但就相当大力。佢同同党日前一早去到铜制品厂，见嗰度得一个工人，就叫同党以建工为名缠住个工人。个大力神偷就一直四围望，突然踎低想做咩呢？咪就是偷铜卷咯，咁大捆居然可以塞入裤头，仲搵件衫冚住，然后斯斯然走咗去，成个过程10几秒咋。咁同大力有咩关？梗係有啦，铜卷成60公斤，即係132磅，等于成个人咁重。我觉得奇怪啊，这个铜呢，这么重的铜怎么不给他一个人怎么拿走？平常我们铜拉过来都要两个人抬的啊。工人发现有人偷嘢冲出去，但已经太迟啦。大力神偷同同党都唔见咗，唯有下次小心啲啦。